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 Costco 正在清仓减价和热卖的商品。有机藜麦和糙米饭，成分里包含有水、糙米、藜麦，还有少于 2% 的葵花籽油、海盐、大蒜粉、木薯淀粉、干大蒜、洋葱粉、大豆卵磷脂、欧芹、香料。成分里除了海盐，其他都是有机的成分，具有良好的纤维来源，不含人工色素、香料和防腐剂。包装袋不含双酚 A， 用微波炉高温加热90秒即可。加热前先挤压袋子分离米饭，然后把袋子撕开2英寸以帮助排气。6个 8.5 盎司，原价10.69元，现在省2.8元，减价后7.89元，优惠到5月1号截止。斯嘉维婷的这款维生素 C 保湿霜，配方里含有维生素 C、 法国金桔以及大溪地诺丽叶，帮助滋润和滋养干燥的皮肤，提亮暗沉疲倦的肌肤，并恢复光泽，明显紧致和抚平细纹。另外，保湿霜还有30倍的防晒指数，适用于所有的肤质。2个1盎司，原价57.99元，现在省18元，减价后39.99元，优惠到5月8号截止。这款在 Costco 网上也是相同的价格。这款100%纯棉毛巾6件套，现在清仓特价8.97元，可机洗，尺寸是13×13英寸。斯嘉维婷的颈霜2件套，帮助减少颈部的皱纹，收紧和提升颈部肌肤。2个1盎司，原价64.99元，现在省25元，减价后39.99元，优惠到5月8号截止。 Costco 网上也是相同的价格。这款具有无线充电功能的 LED 台灯，采用黑色金属设计，带有拉丝黄铜配饰，可通过三处交接点来调节灯的高度，高度可从 47.8 厘米调整到 33.7 厘米。专有的 LED 灯泡可减少眩光和眼睛疲劳，使用寿命可长达4万个小时。有三种亮度：自然光、亮白色和暖白色，触摸式开关。另外，底座上还有 USB 充电端口，底座的直径有 17.4 厘米，灯罩的直径有 14.6 厘米，原价44.99元，现在省10元，减价后34.99元，优惠到4月24号截止。 Costco 网上这一款原价59.99元，减10元后49.99元，也是优惠到4月24号截止。这款人造芦荟装饰品，叶子由软塑料制成，现代风格的白色花盆，只能在室内使用，尺寸是 14.5 英寸，长9英寸，高，重 5.51磅。用柔软的干布擦拭，不要暴露在阳光直射下。这一款现在 Costco 网上的清仓价39.97元。这款有机黑巧克力松露组合，包括经典深色、咸焦糖以及海盐三种口味的夹心，外面是含有 58% 可可的巧克力壳，非转基因，无添加，不含麸质，含有牛奶和椰子，可能含有坚果和大豆。16.8盎司，现在清仓特价6.97元。这款可垂直或水平放置的多功能储存架，包括一个隔板和8个置物箱，隔板是复合木结构，三聚氰胺贴面，防倾倒硬件可将装置安全地固定在墙上。外形尺寸是 58.6 英寸，宽15.3 英寸，深31.1 英寸，高。每个置物储物箱的尺寸是12.9 英寸，宽14.5 英寸，深12.7 英寸，高。需要组装，越南制造。这一款 Costco 网上原价169.99元，现在省50元，减价后119.99元，优惠到4月22号截止。这款100%纯棉毛巾3件套，可机洗，
尺寸是16×30英寸，现在清仓特价9.97元。这款毛巾和前面介绍的六件套的毛巾，它们都是 Hygro 棉质的毛巾。这种棉质的棉纤维是中空的设计，所以更轻薄、透气、吸水，特别的柔软。这款具有海洋元素和希腊风格造型的台灯，由持久耐用的树脂材料制成，白色织物灯罩，灯柱上装饰有海星、贝壳和海马，旋转式开关，包括一个9瓦的 LED 灯泡，台灯高28.5英寸，灯罩直径16英寸，重5.72磅。Costco 网上原价59.99元，现在省12块，减价后47.99元，优惠到4月30号截止。这款浓缩咖啡巧克力牛奶是纯天然高蛋白巧克力牛奶，与真正的哥伦比亚咖啡混合而成，不含乳糖，含有20克蛋白质，4克净碳水化合物，也没有添加糖。成分里包含有超绿脱脂牛奶混合物、哥伦比亚咖啡、阿洛酮糖、天然香料 Coco、 磷酸二钾、果胶、罗汉果、盐、纤维素凝胶、绿咖啡豆提取物、纤维素胶、乳糖酶、维生素 A 棕榈酸酯、维生素 D3。 成分里的超绿牛奶，它是去除了牛奶里的一些天然的水和糖，剩下的是不含乳糖的牛奶，含有更多的蛋白质和钙，更少的糖。另外，成分里的阿洛酮糖是一种低热量的甜味剂，每克仅含0.2卡路里的热量，一共12个实验盎司，现在清仓特价12.97元。这款厨房毛巾8件套，现在 Costco 网上的清仓价6.97元，100%纯棉材质，柔软吸水，尺寸是17×28英寸，有多种颜色套装，棕色、蓝色、黑色、绿色、薄荷、黄色。另外， Costco 网上现在正在进行护肤类产品多买多省的优惠活动，买3件省30，买4件省50，有多个品牌优惠的，包括有护肤品、护发用品、香水、美容工具、女性护理用品、蛋白奶昔等。优惠活动的时间从4月17号一直到4月24号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